Action！ 你没有打，你看老师跟他们这样跟老师打，为什么招架不来，躲不掉？你跟我打才知道，真的躲不掉，对不对啊？奇怪哦，对。对，如果你现在没有练过咏春，你就侧身一边。我们练过都是这样打正面对称的，左右手比较均衡的，都打过来。一封手就要打了，你不要只是这个，我们就打就开 OK， 这个叫手嘛，这个叫形嘛，我们要追形不追手。你打我一个手，这个一直追手，一直追手才打人。你看我两个人打，我追形。你来不及挡我，来不及躲我，就打人先打头打身，啊！还有咏春拳讲那个继续拜啊，同拳踢背，同拳踢背，玻璃头打斧头，同拳铁臂玻璃肚豆腐头，打豆腐头，再来，第一掌，第一掌，掐死你了，温柔啊，打啊！我去教妈妈这一招。摸到脸，好，还记得吗？摸到脸，啊，拇指就在边，手摸到脸，拇指就能打到眼睛。好、啊啊，再来，再来，啊，深呼吸，老师的手。一分三十秒。再一点，再一点，再打过来，打过来，对，好，好，打都不要躲啊，对，追不来啊，走，换脸换变，换马，打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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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过来，上过来，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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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，五分钟，打头，打头，打头，对，打打，还记得这个概念吗？对，你就坐住你，打他就好。